很多的艺术家我知道的都以不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这个表明自己的独立性嘛。对，建筑师如果没有这一点东西，没有普利兹克奖来激励他是吧？那你想天天去画图，这行业早就灭掉了。做点好事还要定给个小红花呢，对吧？小孩今天非常欢迎刘晓都老师和张雨欣老师今天参与我们的微星城市的这个圆桌话题。我印象很深，我们上一届就是大家忙了大半年，最后真正的开展就开了20天，对，然后疫情就关了，对。然后我们就说，因为我们上一次的那个板块里是有一个科幻板块，我们还在说，哎，要畅想一下未来那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城市会是什么样。结果大家都说没有什么比现实更科幻的了，就是就你没有想到会突然有一场疫情过来，让一切就被尘封了。这种不定性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这种固定的东西就会出现问题，马上就变成3年展了。对啊，已经3年展，我觉得没关系。这就恰恰是展览双年展本来就要跟这个社会是高度匹配的嘛。你不能社会变化了，你这一定要坚持2年这个周期，就跟心脏跳动一样的。这个是很难的，也没必要。那就是我觉得挺好，将来也可能突然一下，这个中间这个脉搏早搏了一下，这是晚搏了一个3年展，再过100年再回顾一看，你看当年这个周期变化了，也现在变成偶数年了，原来周期数年。其实展览这种，你就威尼斯双年展，你现在倒闭了，它将来还得要另外一个展览替代它，因为人类也就这么一点方法而已，你也没办法去创造什么新的科幻什么。我觉得至少这几十年。什么科幻都是虚的，你现在通过这次疫情，你看看现在这个最后一夜之间就回到原始社会，就抢尸的，这东西是很具体的，你跟他说那些概念没有用。所以我觉得，所以像展览就是说白了就是卖货的地方。其实微双是运作的，不管是从影响力上还是商业上哈，其实都很成功了啊，就是。但是你看，我们深双做到现在，其实在世界上影响力也逐渐建立了。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国家级的一些展，它不一定真的它就能做成功。于星老师，你觉得这中间的诀窍在哪儿？你是深度参与过组织的，应该很理解这个事情。这种展览的机制要结合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来做。微双为什么做这么成功？我觉得跟它背后的整个西方的这种价值观、价值体系，还有甚至跟政府啊这种体系都是紧密关联。你像威尼斯双年展这种，它更多的是民间以基金会的方法。这种基金会非常强大，甚至我认为啊，就是我感觉国际上其实在文化艺术领域最终金字塔的顶端就那么几个基金会，其实他们是互通的。就像普利兹克，我觉得跟威尼斯双年展其实都是互通的，对吧？跟了几大基金会都在瑞士，其实大家我估计里面就大家去像这样，可能他们这边也在开这个微星城市，也在讨论了。其实就三大基金会的人在讨论，哎，我们这2年干点什么事情，我们要做点推崇什么样的价值。那中国呢，当然不一样。那深双，我们从一开始其实虽然学的是微双，但是我们在这个运作方法上面，我们是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是完全政府来主导。这种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力量完全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深双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种机制。就我不知道那个微双他们那边啊，参展人是不是还能就是平衡他的那个费用啊？就是小杜老师，您参加过几次啊？就因为我感觉，比如说像深双，其实他的那个参展的费用是非常紧张。我跟你讲，所有的参展人都是微双的规模巨大，你还知道？比如你像一个我这么说，一个中国馆。几乎就是一500万的一件事儿，那我们这恨不得做一双年展了，对吧？对，半个双年展都做出来了，那人家就是一个馆，他要投入那么大一个，那我估计像有些有钱的馆，那这可能500万都快美元了。总的额度大概1.5亿美元，1.5亿，你就想这件事儿，投入
投入是吧？对，然后他的收入，他的酒店，你又想他的那个跟他比，那个生意是那不得了，真的是个产业链了，产业链巨大的产业，他养了多少人？你就想这事儿。要说句就批判一点的话呢，他有一些垄断性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东西必须从水上运，你必须用他们本地的运输公司啊，他有很多很多的很奇葩的一些规定，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个产业，你也可以理解。但是呢，有时候在效率啊，很多东西都会受很大很大的影响。但是大家就也乐此不疲，就是其实这就是一种就特别像生活哈，就是状态，对吧？你努力的生活，但是你也好多好多乱七八糟的这很狗血的事情在里头发生。我们搞规划经常说叫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它是具有定价权、定标准权、定话语权的。是啊，所以背后大家去抢着参加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创造了价值。就其实微商我认为最核心一个展览，它就是要自我生产自己，同时要被别人消费。你不被别人消费，你生产的价值说明你没价值。你有价值，别人才抢着你，抢着来进来去参展，通过别人来消费这个展览的钱来供养这个最核心价值，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比如说1.5亿里面，我会拿个至少拿5000万甚至8000万，我拿出来给做组展，就是对吧？每年策展人空出来这个组展，这个钱我是完全花出去的。那剩下的一半8000万的钱，我是从外面别人消费这个展览拿过来的，形成一个正向循环。而且呢，人家来参加你这个展览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学习传播的过程。我觉得形成这么一个正向循环，那这个展览本身是成功的，然后它也是可持续的。我们那会儿说这个深霜，我们绝对就杜绝商业化，就是不给那些人任何的出镜的机会，连 logo 都不给他们放什么的。我觉得也挺狠的哈。对，但实际上呢，就我去看那个我们当年参加那个圣保罗双年展。他那个就是什么，他二层就是全是那个特别严肃的那些建筑的展览，他一层的那个有一个半地下室，也很大的一个面积，它是一两千平米的感觉，全都是那些赞助的那些材料商开发商啊什么的。对，他们在那儿自己弄一摊，就像特别像一个那个特别像那种博览会，就建筑的那种材料什么那种博览会。然后他就说这是我们的赞助商，他们的地方，很多人都去看那个。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看。当然了，因为那是才是真真正正建筑师，就是背后支撑他们的。我看看那个好玩的那个学术的那种高大上的东西，那我一转身到这，然后哎，我还能找到点材料，我还能弄点样品，我能建设点就是东西。其实，我当时想，我说这有什么错呢？对吧？这难道就是啊、哎？人家就圣保罗双年展就变得很商业吗？就是应该，我们应该真的在一个关口上，适时的把这些东西适当再放大一点，给他们更大的一个积极性，这才能你能保证这个资助啊，这个捐助能够源源不断。那个赞助太重要了，对我们，你多100万，那简直就是完全。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现在建筑双年展里面那个展品的这个界限，跟真正的所谓的艺术展里这个展品的界限到底在哪？两位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们聊一下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是有这个困惑的。就它有很强的一种主题，那种主题是跟城市和建筑息息相关的。那你说你去呈现的手段，你说我作为一个影像也好，我作为一个建筑装置也好，我甚至艺术化的一些处理和一些表达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最终你回到这来，它是它这个建筑上的一个问题。艺术家他不管那套，他就是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只要不塌就行。他然后呢，包括建筑师，他有一个天生的一个直觉的东西，就是他要让这件事儿，它是一个空间，这人能进去，他能用。啊，对，就是，所以建筑师做的东西80%呢都是有用的，艺术家做的东西呢90%都是没用的，他用不了，他的建筑空间生成的逻辑不一样，有一些人呢做比较简单的那种东西，一个空间的可以，那艺术家是可以做的，但是你要一旦稍微复杂一点，那基本上就歇菜了。这两种展览的区别啊，其实还是涉及到两大学科的这种本体性或者主体性的问题，就刚刚说的，艺术家他也会用空间，但是他用空间是表达这个空间背后的那一套人生价值体系，哲学层面的思考，对，那个东西只是他的载体。那建筑师倒过来，建筑师是要通过那些社会人生对各种其他的一些思考来转射到这个投射到他最终呈现的那个空间。这反映了我觉得建筑学的一个未来的方向，就是建筑学有没有本体论的问题。空间本体是不是有价值，
所以我觉得未来像深双或者是这种双联枕的它的这个价值所在，它一方面是要跨界，嗯，最终要回到这个界别本身，就是你要把这个界别也做得回到你的主体性，不然的话你就会把这个学科给消解掉，就是人家发现啊，搞了半天你做的我也会做，建筑师艺术家我也可以做建筑，这是很危险。其实每年艺术双年展的时候要比建筑双年展的这个人量人流量参观量大很多，尤其它的那个交易量，对，交易量也是一方面，对，但是就来参观的人特别多，你到那个时候整个威尼斯都是 party，嗯，对，我们建筑的时候也有好多 party 哈，对对，这也是一种交流，它也是宣传自己，然后呢建立联系，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集中的一个地方，就是开个大 party， 说白了就是这样，这个 party 就在那个开幕的那几天里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高潮。那你看到后来我们再去的时候就没什么人，嗯，人很少，其实对，它就因为那个时刻本身就是一个淡旅游，就是淡季，一热的半死，对，其实那个状态那个时段的威尼斯不是特别可爱，对，所以这个就是，但是他用一个展览把这件事又给拖起来了，所以他整体上来说他有一个平衡在这里头，这个他们想的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种东西呢，就是一味的去对标威尼斯双年展呢也不一定，因为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殊性，它是一个旅游产业的一个为主的一个生意。对于我们深圳来讲，其实你就做一个纯学术的，其实是有道理的。嗯，对这件事情呢，我没有说一定要拿这个去赚钱，而是首先是我们给这个城市打造一个品牌，这样一个城市品牌，我们先给它拿到，然后咱们再说这以后它的产生的这个价值在哪里，是吧？很多建筑师热衷于参加双年展，他真的是去研究那个学术问题吗？我们有的时候讲，就比如说像微双或者像现在啊深双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了，很多都说像这一类的展览就变成了建筑师的名利场了，就是说哎我去趟一趟哈，我简历上有这样一笔，我去策展了，我去参展了，对于我在业界的地位有帮助。我也想请两位，这个必然他这你一个东西的存在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嘛，他那你一个展览如果没有我集中不了最好的那些设计最好的设计建筑师到这儿来呈展现它，那这个展览有什么价值呢，对吧？你要想这件事情。你反过来你建筑师他觉得这个展览很重要，那我要进了这个展览，那就给自己就标了一个像一个标了个价码一样，对吧？我进入了这个层级，我进入了这个层级，然后我是比如参加过微双的，我参加过深双的建筑师，那我的这个水平，对，已经是被认可的。实际上是，大家都是在做一种就是各种就认证嘛。对。所以呢，这个微双呢就变成了一个认证机构，是吧？对，可以这么说。那我们深双也努力的变成一个认证机构，这个没有什么错。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路子，要不然你这展览你看不下去。但你说建筑师掉焦钻脑袋去，一定要去想办法去做这个他的这个跟展览符合展览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设计啊，或者这样艺术的像东西是不是对，或者他的猜下界有大概这个趋向是什么，我就往那儿去走。这件事情就是你就跟押宝一样，那你跟考试押题一样，那你说这玩意儿我押对了题，难道我错了吗？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是一个认认真真的去做事儿的这个人，但有很多人他也很定性很强，他很专注，他有一个自己的认知，他就做自己的东西，你要不被我认可我也不管，那这是一类人，而且我们也很尊重这样的人，我们尊敬这样的人，那我们也特别希望这样的人做出的东西来我们能够发现，我们把它给找出来推到这个展览里头去，那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叫名利场我觉得也没关系，也正常，你说如果没有这个，其实很多建筑师现在还有点追求，你连这个都没了，没有行业都消失了，对吧？我还有的想，我还想想，我能去威尼斯那展览，我还有点目标。其实真的做展览本身也有这个价值的这个取向，就是说你要让在这个行业里的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尊严，尊严感，对，他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对，哎，你要有这个展览，我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展出，这个你是在这个社会里头，他有一个地位的状态，而不是一天到晚的伺候别人那种感觉，是吧？对，这个现在这个是科学的诺贝尔奖，激励了多少学，但是这里面99.99%都灭掉了，
但是大家为了这件事，我情愿为之奋斗啊。他这个指引的价值非常重要。那建筑师如果没有这一点东西，没有普利兹克奖，来激励他是吧？对，那些天天去画，对，这行业早就灭掉了。做点好事还要定给个小红花呢，对吧？小孩。这个是正常，我认为还是激励非常重要的激励价值，对对对对，目标非常重要。嗯，像奥斯卡也是一样的，这很多你会发现，比如说人文学科其实现在在衰退，的原因就是没有这个激励价值了。那双年展这种机制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对，那个不管你是名利场也好，还是什么中间卖货啊、投机也好。那你能投机进去也是你水平、至少打开了一个窗口，打开一个窗口啊，就是你也要给鼓励年轻人，对啊，年轻人就是他们有也有展示的一个机会嘛。对、就是、其实我想讲的是原来我们那关注到的双年展很多参展的都是一些大咖明星，但是现在逐渐就是有很多策展机制是支撑向社会征集一些项目，然后一些年轻的事务所、年轻的设计师，给他们机会，他都有机会。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双年展其实它是一个生产消费机制、嗯、大咖就是生产价值、嗯、然后年轻人先来消费，等他变成大咖了，他又开始支撑这个，对，激励，就像那个 传递棒一样的，对吧？这年轻人里面肯定将来会成为大咖的，有可能十个里面有一个，那这个人将来再来参加展览，这件事情就延续下去了，是一件挺好的一件事情。深双我想象它的一个前景啊，其实深双它是跟这个深圳这个城市是紧密关联的，是一个陪伴性的一个关系，就像一个深圳的宣言，就跟库哈斯给这个纽约写的《癫狂纽约》，其实他后来一杠叫给纽约大都市补写的一个宣言。我觉得我们不用补写，再过几十年、一百年以后，记录深圳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个 UABB 对我们深双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要求，就是长期的坚持。他通过两年一次，把全球的人去关注深圳。关注中国的城市化，然后甚至把全球的一些理念放到这来展示，甚至来建构它。对，就我们的价值是被建构之中的，慢慢慢慢好像就找到一种共同价值。嗯，找到一种共振、啊、对，找到一种共振、这种意义就超越了我们今天一个具体的展览、也是能够激励我们去长期做这件事情。这个总结很好。来来来，感谢感谢。好。今天带来的这个酒呢叫 Westward， 这支酒呢就非常特殊，刚开瓶喝这个酒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味道太奇怪了，它的甜味非常的低。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木质感很强的，如果你想追求生活的那种美好啊或者什么，可能它不会一下给你，但是它会给你提供一个更多的深度和这种思考的空间的酒。